们也要在这里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先今天是 C17 到 C20， 我们希望明年可以通到博爱路到 C23。啊，所以哈，拍水哈，就爱个吹这里哈，就搞起这里哈。那第二个，我还是要特别感谢我们议会，好，包括我们的邱俊宪议员、黄文智议员啊、黄杰议员，还有罗全峰议员啊、简焕忠议员，好，很多的议员，因为在捷运的新建，尤其是轻轨，这个是属于我们绿色交通的一环，那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在这个建设的预算，都要我们议会的大力的支持。那尤其在跟社会沟通的过程里面，我真的要感谢所有我们议会同仁的一个支持，能够五会一家，不分男女，大家共同来推动市政的建设，要特别表达感谢。那第三，大家要感谢我们在地的里长，不管是处理长，我都念念的了啦，我们的所有的里长能够随时回馈给我们地方的意见，那大家都能够促成我们捷运成缓，最重要也是我们在新建的过程里面所碰到的，在我们美术馆区，那过去那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，怎么样让我们交通能够更好，也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。我真的要感谢所有我们在地的几位里长，假如没有你们能够扮演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，那让我们的工程能够更顺利，那我相信在我们施工的一个过程里面，那我们也许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盲点，所以这个部分也要特别表达感谢。那我们好，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，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中间摄影镜头，那一样的也有请我们所有的长官的。要跨年啊，或者是就是台湾灯会，然后就呼吁大家可以尽量来搭，怎么说？可以跟我们呼吁一下吗？我们还是以我们有两个灯区嘛，那还是以我们的捷运作为主干。那今天C17到20这个完事营运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五山站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借由台铁然后区域的这些路网，就会更方便。所以对于跨年跟灯会，对于有效的来说，这些很有。当然，这个最终还是绿色交通的一环。美术馆唯一的缺点就是信号不好。这边吗？应该是吗？是不是每一家都不行？每一家都不行。是啊。
因为不止架机率啦，信号很差。现在怎样？这边的我的远川，远川，我跟你讲，最差的是应该是中华这边，最差的中华。嗯、中华很轻，人家偏僻的地方，人家不喜欢台湾，可是还在城市的地方，他本来没人家。即将抵达马卡道站，因为到达马卡道站。马上收回到马卡头站。Now arriving 马卡道。赶上今年跨年，可能会出意料很大。因为这边你看，从美术馆直接都坐到坐在那边，对，晚会都在那边。你看这个当初一户啊，一千，下一站武山站，好的，高山站，欢迎武山站。那边有一家在天亮卖，它是路冲的，你知道，开5500。换快车的，他那间大包子他还偷笑的。我这里到，我这里到这里，龙水里到。后面就是河边里，我这里靠到这个，就到这个，到这个路口，这个路口，就到这里。那块是美术馆之外，我以前是在那个公司，公司吗？算旧社区。还是就是那个南洋化基地，南洋化基地啊，我搬那个还没拆掉，还太长，谢谢。南洋化基地刚盖的时候，下包商把海水管都。